约你干嘛去了？我们去打比赛。在哪儿？我们家里。就在武汉。嗯，好嘞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有还有需要接水的吗？我帮你们快接了吧。OK。嗯，好。哎，石帆，你给我讲个题吗？这是第二轮。好，我先看题。你看你这个第一问 ABCD 的值不都求出来了吗？然后你把它带到这个解析室里，然后你把它挪到这边来，形成一个新的函数解析室，然后让它大于等于零，然后再用这个函数等于零解出来 x 的值，然后再分别讨论一下就能求出 k 的范围了。嗯，那个值还有分位讨论是怎么出来的？你看你把它挪到这边来，不就是一个新的函数了吗？你令它等于零，不就能解出来 x 值吗？然后你再简单的分位讨论一下，这个不会吗？哎，你想的太快了，再慢一点行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脑子怎么那么笨呢？这么想你都听不懂，你脑子摔坏了？你不讲就不讲吧，怎么还骂人呢？哼，你笨女人。算了，不问你了，我去问老师。你找的这么低，那老师就说你的知识难度够高的。那是我的中分能力好。中分能力好，昨天晚上说中分能力真好，看挺大的，这可帅死了。我是什么来着？吃饭你还是坐着的，对吧？少说话。嗯。哎，一博怎么了？要回家吗？哎，别提了，他下楼梯的时候滑了一下，头磕台子上，送医院。他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一博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要回家。他严不严重啊？嗯，不知道，宣。哎，你去上试试。哎，你不信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哎，
别提了，一波刚刚做完手术，医生说要醒的话最早也要今天晚上。啊，那问题应该不大吧？一博怎么了？做手术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哎，你等等，你们先听我说。一博啊，今天去找老师的时候，一脚踩空了，头磕台子上了。刚刚做完手术，倒是没什么危险。哎，现在只能祈祷他没事。咱等等石凡你的卷子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碎呢？也不怕出位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出来，你把自己给抬起来。
个更好的自己之前，首先你会先遇见自己的不够好，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经历一些成长之后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都强大到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番骂。如果说说话是我的工作，我要向在座的每一位承认，它不但是我的工作，更多的时候说话是我的武器，而且我用这个武器伤人无数。我们不要讲出那句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话，因为我们一次逞口舌之快，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会不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。并不是每一句我们说出去的狠话，并不是每一个我们伤害的爱人，我们都还来得及道歉跟补救。吃饭你开心一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认识一个我们机部的女生，她一直在网上安慰我，网名叫鱼的猫，好玩吧？嗯，先不说这个了，你跟水桶和好了没？同学嘛，难免有小摩擦。她明知道语言会伤害人，可她还是这么做的。其实，我说她什么都没说，你信吗？好消息，明天一博就要出院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嘘，保密啦，惊喜哦，自己开心开心就好了。嗯，哎，这现在天又不太热，我记得你胃不怎么好，喝点牛奶不怕拉肚子。嗯，没事了，还好。那你就别逞强了，我那正好有饭盒，去给你热热。老师，其实我不说是因为您可能以为这不是真的，但是它确实是就发生在我身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说说看吧。嗯，老师，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说的话，我说的不好的话，全都变成了现实。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但这确实是真的，老师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把你放开心一点，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个就躲避同学不来上课了吗？嗯，老师，老师，我害怕同学们再因为我说的话受到伤害。对，其实那天就是因为我对一博说了不好的话，他才发生意外的。一般你不要这么想，一博这次住院呢，肯定有一个是他自己的原因。你呢，就别老整天自责了。你呢，就每天开心一点，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来。嗯。一般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从不知道自己的不足，道理呢也都明白。难道既然意识到错误以后，就这样一直下去吗？老师。行，那你回去好好想想吧，我会相信你可以完成。好，自己处理好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刘琳达，你的书之前被我弄破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又买了本新的。哎，这本书之前就让我弟弟弄坏了。
我没有告诉你，就把它借给你，这是不好意思，这本书你拿过去吧。没事。你可终于好了，最近可担心死我了，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啊？好了，全当减肥了。好了就好，你最近可逃了不少考试了，像你之前光吃那些不干净的小吃，以后可要好好注意了。知道啦。哎，你终于好了。是呀。一百，给。哎，谢谢十三。嗯，不过我肠胃刚好，不能吃这些啦。嗯，肠胃刚好？对啊，我上周二才割的阑尾，这不才六天。哦，哦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嗯，谢谢。怎么会是阑尾炎？嗯，一百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周二。哦，对。你好，姐姐。虽然你说对了，但是我不能不管他。嗯，那这样吧，姐姐跟你一起种。嗯，谢谢姐姐。姐姐之前说错了，姐姐跟你跟小苗道歉好不好？她一定会茁壮成长的。嗯，她一定会长成大树，好大好大的。嗯，那我们以后一起照顾她，给她浇水。姐姐拉高高。好，一起照顾小苗。谁反悔谁是小狗。我才不会反悔。嗯。姐姐要走了，再见。姐姐再见。吃饭那么才来啊？嗯，有点事情。快坐下吧，一会儿上课了。谢谢老师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一直在写，我也不知道究竟在写些什么。有时我觉得已经完成，才恍然发现，我写的只是一封没有收信地址的信。或许那是写给我自己，或许那是写给我的青春，或许是写给我曾经犯下的错。每年的高中聚会我都会去，可是我一直没有等到他。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他或许真的不肯原谅我的无理取闹吧。后来我在书中学到了青春期综合征，无端的猜忌和敏感促成了故事种种的残缺不全。这段含有裂缝的友谊里，我真正学会了用语言温柔地对待别人，不去猜忌，不活在别人的唇齿之间。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被原谅，不是所有纠缠都能冰释前嫌，但我仍相信爱与温暖是最伟大的力量。 It'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dance. It's the dream afraid of waking that never takes a chance. It's the one be taken, who cannot seem to give, and the soul